是不是要娶我了？你说你家里没人，我这里勉强让你住一晚。哎，你该不会是让我一个人住在客房里吧？你不四肢无力吗？啊，四肢无力了，刚刚回光返照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我是真的有病啊！你得相信我。有病就赶紧睡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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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说，我晚上发病的时候会变冷，会好冷，特别冷。你得陪我，我好冷，你得陪我。啊！这样不会冷了吧？是不会，哎，不行，不行！你怎么这样？你以前最怕我变冷了，都是抱着我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的。抱着你睡。嗯。好。等我一下。这样不会冷了吧？看你中的什么手。是不冷，这温度挺好的。哎，别把帽子摘了，你不是冷吗？别摘啊！哎，你都冒冷汗了，你看你，我再给你拿一点。哎，不用，等什么？别等了。那个，我，你是不是忘记我有一个小习惯？我晚上睡觉会踢被子的。被子踢开了还是会着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得需要你陪着我才可以。我知道了。热死我了，热死我了！热死我了，热死我了！收集点荷尔蒙吗？至于这么大尺度吗？你要干什么？